哎，大哥，你拉的很烂呢。没有风啊。没有风啊。上面才有风吧？要你的背合，要把它吹吹吹。也没有风的感觉啊。哦，天哪！好惨。其实他全部卷在一起。你知道放学要拿下来吗？你现在。哎，有风哎。他不会跳。啊，好惨。是不是绳子卷到了？好像有卷到的感觉。气毛粉。啊，绳子卡到了，他根本自己卷在一起了。卷住了。所以他们是一个人拉一个人放。他们我有时间去放松。他们是一个人拉一个人放。